群好人呢，他不是喜欢你吗？好不好？你让我和他啊？好。昨天一晚上没回来，你去哪儿？昨天晚上嫂嫂陪了我一夜，有什么事明天再聊。我可以帮你把这个碎玻璃取出来，但是没有麻药。哎呀，少啰嗦，要治废了这只胳膊，我就一辈子赖上你了。你不是那谁的钥匙？我要让他们全部消失。一直盼望着我死吗？你看，愿望不就快实现了吗？反正我就知道，医生的职责就是救人。也算你有良心，不枉我救了你两次。人在哪儿？有人看见我家大少奶奶和一个男人坐上你们家的车。咱们两家虽然是朋友，但总不能给我家光鹤戴绿帽子吧？没事，也算你有良心。太累，撑不了。如果离开以后得到的会是为了这张图被人算计追杀，不会不给我面子。曼哥，你一个贱人，我家没有你这样的少奶奶。浩然，你拦我干什么？我陆浩然的女人，没人。危险开始，只敢来落进爱情，不敢委屈。